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绿线电影。今天我们说的电影是《亡命驾驶》，由尼古拉斯·温丁·雷弗恩执导。影片于2011年5月20日在法国戛纳电影节率先放映。在白天，瑞恩在好友香农的车行从事电影飞车特技工作，拥有着高超的车技的车手，是一个好莱坞的特技演员，但同时还干着一个不可告人的兼职。在晚上，瑞恩总会摇身一变成为黑社会的成员，给劫匪开开车，做做眼线，或者是指导他们逃离警察的追捕之类。有一天，瑞恩的生活迎来了转机。在一次逛超市时，瑞恩邂逅了艾琳母子，双方互有好感，并度过愉快的周末。艾琳的老公斯坦德出狱了，这让他们的感情被拦腰折断。尽管双方心有灵犀，却只剩无奈。香农把瑞恩推荐给黑帮老大伯尼和尼诺。与此同时，他无意中发现斯坦德被人痛扁。原来斯坦德在狱中欠了保护费，为了偿还高利贷并保证母子平安，瑞恩决定再次铤而走险，为了艾琳决定帮斯坦德完成这一票。然而在打劫银行的过程中，斯坦德被店主意外击毙，而他和女同伙布兰奇陷入了黑吃黑的迷局。1980年代的黑色电影那股子邪点劲儿让人欲罢不能，影片看起来的确很爽，而且故事和表演也都很不错。在那些令人震惊的暴力场面瞬间爆发前，简直就像那种武士电影一样。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公众号金影，我在这里等你哟，我们不见不散。